爱的魔力转圈圈。完蛋完蛋，迟到了，老师我来了。带你出来玩都能迟到，这个那个你还没习惯吗？小子，我问你，你知道两人坐摩天轮代表什么吗？滚！我劝你不要不知好歹。你又憋什么坏屁呢？卧槽，怎么老实不老实？我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就往旁边蹲蹲，我要开始玩电脑了。好的，到顶端了叫我。遵命。 OK， 开机吧。想你想到心花怒放。 Later。 我们已经到最上面了。嗯，你看这里上面景色好美啊，这会儿就别玩电脑了。哇塞，真的哎，这里好漂亮。喂，你知道两个人坐到最顶端要做什么吗？我操，又开始犯病了。呜，你为什么要拒绝我？我受不了了，你给我滚下去。他一会肯定还要骚扰我，风景是看不成了，不过头上有个矿车，这样老师一会就找不到我了。随手把下面的门关好，咱们去下面的那一间轮箱，落下来一个压力板，小心点，咱们从侧面跳过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掏出来电脑开会机吧，让老师迷一会路。那小子真是太不知好歹了，问问前面的管理人员，我怎么还能再上去？看到我掉下来了吗？看到了。有什么办法可以回去？从我后面还能上去。是从这里爬梯子吗？你惨了，你坠入爱河了。妈的，你骗我是吧？我 TM 直接飞出山外了。你听错了，我说的是我身后。你身后你说的是这个拉杆吗？应该是了，没错吧？给你一次重新说的机会。我说的是后面树上，不听人说话。我操！你们这摩天轮设施这么离奇，保险起见吗？真想一电炮抽死你！不跟你废话了，我得赶紧去找那小子坐摩天轮。还真的上来了。上面有矿车，看来他已经跑了，是不是去旁边的轮箱了呢？时间紧迫，不然做不了我想做的事。老师你来了。没错，我他妈，哎呀，老师你走了，不管他了，我还是接着玩电脑吧。你小子能不能听人讲话？我听人讲话，但是不听你讲话，你来了我就跑。漏电了，老师不小心被电死了，应该和我没啥关系吧。下一节轮箱里是水箱，咱们接着玩电脑，开机吧。真是我气不打一处来，刚刚他不就从这里出去了吗？老师在后面自己玩什么呢？咱也不敢说，咱也不敢问。